十日上午，神话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专辑发行日程表示，正在以十月回归为目标准备中，但具体的日程还尚未确定，并补充道，关于回归和年末演唱会的事情与之前的消息相同，十月准备发行13集，但会因音乐制作的速度而发生变化，12月的年末演唱会也正在准备中。另外，神话曾在去年2月发行了正规12集《Way》，其中的主打歌《Sniper》在音乐节目中获得十冠王，创造了历代最佳纪录。